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了边境游、跨境游、购物游客流高峰。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中哈合作中心的人员大幅增长。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元旦当天出入境人次将会达到20000人次，贸易额3000多万元。进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这里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在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这里不仅有中国的产品，还可以购买到全世界的特色商品。今天来这边卖了一点东西，你看有越南的雪饼呀，还有那巧克力，英国的饼干，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划算的。现在生意挺好的，我们早上10点多钟就开始了，我们就一直摆货呀，上货。现在店里面每天大概游客也在1000000人。来自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的客商苏尔辛·萨嘎特·别克夫纳开了3个小时的车来到合作中心采购，这次收获很大，也买到了想要的东西，他特别高兴。Вот скоро Новый год, я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дем и шубы, мы основном шубы берем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шубы.И вот это Клаудия, у нас понравилось,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е качество.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由中哈两国跨境共建的自由贸易区，在总面积5.6平方公里的全封闭区域里，中哈两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不用签证，就可以凭有效证件自由出入，进行洽谈和贸易，每人每天可以携带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为了迎接新年。合作中心的商户们早早的就备足货源，积极组织各种促销活动。小到小家电、小五金，大到家具、服装、汽车，最近每一天的贸易额呢也是非常可观的。顾客在采买完货品之后呢，要通过这个哈方邮局把货品邮寄回他们的国家，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进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联检大厅，为了保障旅客高效通关，人工查验通道增加到了26条，自助查验通道增加到了18条，大幅度增加了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已经突破400万人次。